7比3哦，这怎么玩啦？你就9颗全进啊！感谢我的队员，让我减少了非常多的压力。有正吗？好。潜水领先的，加油！哦哦哦哦！头顶一下，头顶一下！哦，头顶一下，头顶一下，头顶一下！ 没有，这真的刹车没有办法刹的，太快了，太快了。刚刚在中段的时候，你还飞起来。你要不要去你旁边捡一颗？这游戏不科学嘛？第一颗都没有留住，也是蛮不科学的。 OK， 恭喜黑队获胜，第3号加油！我们下一关结果是林波。黑队，林波一旦过关就连线喽。对，哦，就连线喽，林波你们有用吗？没有用，没什么用。我们要团队这个，团队，莫子体连抢。你刚刚也是没有用。OK， 为什么到最后一个两个人都会滑到边？你们真的滑一次？对啊，好好滑呀！我刚昨天判若两人，而且我明明只过了一颗，有什么好骄傲？对，但是守住他们那一条。对啊，守住啊！我们刚刚就这个就是守住一条。对啊，还有，我觉得你厉害的是这个刹车。对。 你刚刚那个，对，小玉不信邪的要去滑一次，他怒了，他没有参与感，你知道吗？对，一个人就最怕就是没有参与感。这次我就不相信我会滑过头。云霄飞车的展现，这个也快啊！ 来来，给你两颗球，咬着，咬在嘴巴。要不然你自己划一下这个。你也很棒了，对，你也很会，你对。你很骗人啊，昨天对不对？好凶啊！很刺激耶，同学。好，我试看看。可怕耶！好，我试看看。你的嘴开比较大。 人品呢？太嘴开大了，我觉得你又太快了，有点太快了，有点太快了。这个乒乓球怎么拿？这乒乓球怎么拿？对啊，对啊，对啊。 小玉再低，轻松，可以，我等下，轻松，可以，我等下，轻松，可以，我等下，你太早把屁股翘起来了，好不好？有没有看到 ？OK， 我就是因为轻敌啦，哈。刚刚也没玩到。I'm sorry， 这个这边荡过去，这边有一个题目荡过去。 然后他猜对了，我是他猜啦，他跟他讲，他看到这个，比如说综艺玩很大，一个节目，然后五个字，收视率很高，吴宗宪主持的。啊，你说这个题目是在哪？放在哪里？是在那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还是不是智商的问题？到底是我要摔板？然后倒回来，他就你就在那边看，他答对了才能荡过去。就是当一个团体里面很会唱的人，但他脑子不好。 也是没办法融入这个局势，所以通常时候他就会有一点跳针，然后导致我们在面对媒体或者是面对粉丝的时候答不出别人想要的答案。然后我在这么简单的问题，他们还在讨论。第一棒划过来之后，划划划划划划划过去。
然后那边会有题目给你抽，你抽完题目你会看，你会看，然后看完题目之后，然后我就叙述给对面的那个第二棒听啊，是什么串红？在这边叙述，对，这边叙述就好，这边叙述就好。不会把它倒回来叙述？没有啦。说哎，什么穿红色内裤的，然后他是英雄，很厉害，会飞。然后他答对了，对棒在分钟终于把那个问题，那你就没事。了解。他看四棒最快轮完的，早点这么讲就好了嘛。没有，因为他看到一个秋千的，他就一直在想说，到底那个秋千是怎么回去那里？好啦，别再纠结啦，小玉终于搞懂规则，恭喜我们游戏可以开始喽。又是刘德华的表情。我现在没有什么心情，想要做任何效果。那你还记得怎么跳开场舞吗？我记得，你记得全部吗？记得啊，真假的？对啊，对吗？帅的时候我记，先付钱啊。你们真的很势利耶，你们这些人筹车费，钱给我不要。我那时候就跟他们讲说，跟我队讲说，你们在拉的时候，我们赶快过去看一下应该怎么拉，怎么就因为我在意的不是题目，我在意是那个拉的顺。然后他们就说你来干嘛看？你说在这边就好了。我说那拉他拉不能拉太大，结果因为我一开始拉很大，他就弹很快，就是要顺而已，一直顺而已。因为其实大家都误会我不懂规则，不是我不懂规则，只是我想把细节再做得漂亮。没关系，你可以回去的时候看完播出写一份检讨报告来给我们。下次来啊，对啊，下次可以一个人来啊，不一定要跟这些人来。当然不要跟他们来了，不是啊，不要跟威廉就好了。你们两位瞧好，再来跟红队说哈。